现在是快到四月底了，那我们草莓熟了，还记得是去年的时候种的啊。哎，看看这个，这个好像是挨的泥巴了，所以呢，它上面没有熟，这里好像是被鸟吃了。看这个，这个还没熟，好不好吃？修嘎，修嘎。草莓是非常易活的，大家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些这个苗啊，放在家里面，也可以放到阳台上种几盆，到时候有的吃。没有打农药，有些都被虫吃了，还有鸟吃了。这里一个好大，来，哇塞，有这么一点点，哎呀，又掉了，又掉了。现在修了都没了。现在只熟了这么多，过段时间有更多的熟了。而且这个草莓，它长出来一个藤呢，又可以分开。虽然是没有打农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洗一下，因为它挨在地上，上面沾了有一些土。如果它是长在树上的话，没洗都没关系的。嗯，我买的这个品种是奶油香味的，好香啊。这个还有点白，来给你吃，白的给你吃。妈妈吃一个，哎呀，掉了，再拿一个。好吧，嗯，很甜。嗯，来来来，奖励一下摄影师一个，这个大的给老爸，这个给老妈吃，来来来，你不吃？不吃了。